难度烂吃红丹，开怪手斩测速器。包青天的虎头铡够犀利，但这两个测速器的头究竟是谁斩立决？话说这起悬案发生在高雄旗山台28线28.8公里处，该处为下坡转弯处，常发生车祸。里长加装测速器，没想到马上惹来民怨。拖板车王姓司机前天凌晨经过，利用车上载的挖土机先推倒，再把100多万测速照相机的头咬下来。后来回到关庙，再度咬下一颗100多万的头。警方依路口监视器找到刽子手，并在车上寻获尸首。被开很多红单，这堵烂呐！却称不知头为何掉在车上。你斩了他的头，现在警察要来讨公道了。来啊！把我拖出去斩啦！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！懂新闻，杀鸡焉用牛刀？报道。